啊，结账啊，可以啊。来吧，这怎么跟上把爆的装备一模一样呢？下波爆啥？下波爆全套。全套，下边给个安妮儿或者卡特吧，给件装备。上个武器吧。我们的塔姆强势围观。我这装备没法玩啊，有点儿啥也不是，给大棒子，这能玩什么呢？结呀！结得要火炮啊！结也行。差一斗，差个四斗。
终于来个福星啊，不容易啊。别人四个装备，我才俩，我那底下不还有俩呢吗？哎，这给的这都什么破玩意儿了？又给个锁着家，升了吧。上哪个呢？虽然没有虚区，试试看吧。四个豆子我上了。你这玩不了结了，你说这装备也没办法玩别的呀，啥也玩不了啊。一个大棒，俩锁着甲，一个攻速加个魔抗，能玩什么？不行，这没有虚区。完了，不行，我上俩塔姆。好像要赢啊、哦、应该是赢了。我们三连败，赢一波，给件装备或者给个小妮口。哎，我操，三个妮口还怕三星不了吗？啊，还怕三星不了吗？狐狸大这都能放出来，
三星进夫我也得能活得到啊，你这。我那攻速又让那个傻逼给我拿走了。不行，我来个女神之泪吧，我这没办法，实在是没办法，那么硬搁那玩儿，一共俩攻速硬拿的，这是就搁那硬玩儿。不行，我就换阵容吧。跟他可是玩不动啊，可是。不要了，操！换一个，我拿点小法，我看能不能玩啊。小法师玩的也多呀，好几个呢。玩什么？打完狼看给什么天选吧。瑞文得有装备呀，没有装备也不行。瑞文得有装备呀，我先给他装备上一上啊，这应该都要不上。我看下波我能不能硬吃一波福星的东西啊，我试试看能不能给他吃了。是是是，瑞文也行，得给个女神粒能用。算了，再把阿卡丽就不要了，再把眼刺就不要了，玩不了，没有装备。给个蓝鞋可以用。把我先甩一张。猩红烬，拿着吧。我知道我福星没了，我瞅着了，不行就不吃了，拉倒吧，不要了，没有关系。四个，
阴影。先这么上吧。闲聊时间已经结束。我需要一个围音。我感觉我人要没了。腰着可以留。来一个春哥。能打过不？给我顶一轮！靠！先给个蓝吧，把这羊刀给了，要不给个蓝，给个帽子行，给个蓝，给个帽子吧，拿个蓝。这老头还不好卖呢，差一张维恩。把老头卖了吧，不要了，给瑞文。不要诱惑一条毒蛇，伤口越深，我就越急。别死啊，别死，别死，五滴血翻盘，哎，给我来个维恩，现在还是不行，还是差点意思。莉莉亚也行，可以用。这种时候就体现出来维恩的重要性了。
给个枣子哥们。给个大剑，先来个大剑，哎，先来个大剑，先给上个村哥，别的咱就先不说。村哥给上，威严有没有？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瑞文，给了吧。瑞文的装备无所谓了，随便给，差一针儿。哎，我就差个维恩。怎么办？差个维恩，怎么办？瑞文给一只，别给进了啊！不要了，这怎么办啊？这七级找维恩找不着，怎么整？不行，这个撇了。闲聊时间已经结束了，兄弟们，这怎么晕了呢？什么东西带晕的？闲聊时间已经结束了。还好我技高一筹，拿下瑞文。我就想找个维恩，这么费劲吗？找着哥，能不能给我来个找着哥？哎我操了，我这是三个灵魂莲花夜游，我脑袋都疼。多个夜游我就起飞了，我这加40%强度呢，加50%。这瑞文千万别让人秒了啊！选秀有没有维恩？我杀疯了！呀，我五滴血都不倒数第一呀、啊！哎呦，挺能锁呀，小伙子们。我来一个手套子。嗯，那我来一个这个。哎呀，我可以来反甲。哎呀，反甲比较克刺客，以防瑞文被秒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但没事，那个刺客是倒数第一，问题不大。夜影是倒数第二。嗯，不对呀、啊，那刺客哪去了？没有了，死了啊，死了，让我打死了，对，忘了，不好意思。给你吧。离子火花捡魔抗啊，给瑞文捡魔抗。别的我不想知道，我就想知道维恩有没有。我现在上营口也没有用啊，关键是，我就差个维恩，我就齐了，我就齐活了。
不行，我再上个永恩。人家都九个人了，好像我这一看。瑞文，瑞文，瑞文，起来，瑞文！一刀斩。五滴血，一刀斩。这叫什么？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呢，兄弟们。啊，方为人上人呢。我们已经是人上人了，哼！哎呀，是，放中间吧，没事，我就不往旁边放了。我往旁边放，我怕那啥，我怕那瑞文卡住了，这个东西容易卡 bug， 千万别让 bug 把我们给打败了，知道吧？千万别让 bug 给我们打败了。一只小杰，杰呢？杰咋一下就没了呢？杰，杰呢？杰，杰。其实现在还是不稳呢，还是差个威音，就差个威音，给个莉莉亚也行。我们攒钱收一只威音，好吧？虽然七银口收威音差点意思。你三星瑞文没吃到啊，那说明你瑞文没有水银吧，我也没有水银，我这只瑞文也没水银，没水银容易被秒。我们七银口收围银都绝活了，真的都绝了。哎呦，枣子哥，枣子哥来的好啊。哎最后上个啥呢？上个永恩吧，升了。哎，这家伙上个神盾，升了。哈！让你见识见识我三星瑞文，就是没水银。拿下！高升为元，出击！哎呦我操，这有点克我啊！不过我这瑞文血还是挺多的，啊，血还是挺多的。这东西稍微有点克我们啊，稍微有点克我们。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克星吧，啊，克星。这玩意儿呢稍微有点克我。一刀斩。全删了，兄弟们。哎，那家非常康特我的那个东西啊，没了，哈哈哈，没了。哎，
王子不要了，上刀妹儿。就你叫蛇女啊？这瑞文怎么回事？打假赛了，瑞文！瑞文打假赛了啊！瑞文开始了，甩！给我来一波一打五来。哎呀，差一点没打死。龙爪没了，龙爪没了，我们来一个。这一家是一家决斗大师啊，是一家决斗大师。我们可以一会儿上个试动装。瑞文往右边放点，先杀他亚索。因为亚索有吸血，你知道吧？它是一个很恐怖的存在啊！好，拿下这小子，你给我把他杀了来，你给我打个弓，漂亮！伊利亚撇了，不要了，把瞎子拿了，卡他一手。我可以把什么下了呢？上四动，宗师厉害点还是四重厉害点呢？完了没调回去，这咋整啊？这不会打武器打不死吧？没事，切后排了。哎，亚索死了，拿下，兄弟们，拿下，妥妥的给他拿下。拿下！五滴血十连胜，嗯，五滴血